不得了，一夜之间，霹雳是解放军啊！哎，从辛亥革命到现在，多少部队进过上海滩，从来没等看见过当兵的困马路呀？当兵的困了马路了，这个世道啊，真是不一样了。不一样啊！当兵打仗。 困了马路高头有啥个稀奇？侬回来，侬看看，从南京路到外滩，多少店面，多少人家，家许多解放军，没一个人民蒙特子店面，侪安安静静困在了马路浪，侬看见过伐？啊？这倒没看到过啊！阿七。 哎呦，我们夜天又冷又湿，你烧了点姜汤，来吃一点啊！来来，姐姐，部队有纪律了，不能吃。哎，哎呀，姜汤好吃。小兄弟啊，来，劈一劈，劈一劈！哎，老伯伯。
老伯伯，来来，谢安侬，谢安侬，我们部队有纪律的，不弄群众，一针一线呀。不弄群众，一针一线。东风起，明雾散，改天为地，解放军困马路，深得民意。五好歌体是公英勇，谁能比巧无畏好军纪，红彩党心静，是我不敬，解放军来到了上海，风雨中一夜天困在了马路上，你老百姓心里过意不去啊！现在有人冷得伤风失浪，我如今铺马割他一匹一匹马，难道都不可以吗？不可以！老伯伯，我们是有纪律的，部队精神绝不能打扰老百姓，哪怕天王老子也要不得哦，搞不懂，搞不懂呀！这件破家是我心甘情愿被骗的，又不是伊硬劲问我要的了。老人家，老人家，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渡过了长江，解放了南京，解放了上海，靠的就是铁的纪律啊！老人家。你的心意我感动，你的疑虑我能体谅，三大纪律要遵守，得天下，国民党回不回来了？回不来了。司令，我们在苏州河旁寻到一个弃婴。弃婴。
这个是我的上海的心声啊。你把第一缕时光送到上海滩，苏州河扬青波，人可门放光彩。放光彩，共产党是不可能放光彩。大上海绝不能彻底的让给共产党。总裁辣辣离开上海之前，辣辣吴淞口外面的泰康奥军开了，足足的等了4个多小时。我呢已经辣辣上海留下了10000多个弟兄。现在正是涌动地步离间的时候，刘瑞达，这次要你前往上海，你的任务清楚了没有？教授，我清楚。那么你知道不知道为什么要你去执行这一次任务呢？谢教授栽培。是的，你千万不能过问总裁对你怂恿的一片苦心啊。宝贝的身在其境心应动，为什么偏偏要他的忙上海场，这因为你在德州恩之前，曾经是神一的秋不下，只跟地的二手，只明白就好。来，把侬个任务讲一遍。教授，我此番去上海，心念200日，心空旷。金融市场巨风浪，搞跨空当经济线。3个月来，叫他们红的精神，黑的力高。好，那么重点是43个上海要员，6个月内必须辞掉新任市长。受，你，对，受，你。Woo-hoo!
个外国人最后开车撞伤一名女工。给他命！给他命！给他命！你们什么人？我是美国领事威廉。I'm America。这里是上海，是中国。无论是英国人或是美国人，触犯了中国的法律，就应该受到中国法律的制裁。道歉。道歉。Protesting。Protesting。人民政府为人民，为人民。嘿，嘿，为人民。扬眉吐气，心欢喜，心欢喜，心欢喜。这个扬眉吐气，迎吐气。老大基本我们归队来了，好，感谢你们发起了无偿无底的运动，配合解放军解放上海，保护了一个完整的城市啊。同志们，解放了就是人民的天下，工人们是为了保护人民财产而做的斗争，黎明前的战斗胜利结束了。好，同志们，今朝上海总工会也成立了，我是总工会主席罗亮。从此，我们将迎来建设新上海的新的战斗。我代表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对保护大上海的人民群众，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共产党万岁！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各位记者朋友们，接下来是自由提问辰光。陈市长，我是《生活日报》记者，请问侬作为新任上海市长，有啥个感想？感想？我这个市长啊，不好当哦。国民党釜底抽薪，想把上海变成一个瘫痪的城市，留给我们啊，是一副烂摊子哦。陈市长，我是新华社的记者，请问政府面对这种情况，上海500万人口，吃住哪能维持？问得好，两白米花大米，一黑煤炭，存量不足，也不是啥秘密。那上海还能支撑多久呢？好，刚刚接到中央财经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同志的提问。运载120万吨的东北大米，已顺利到达了南阳火车站。粟裕同志亲自押运了1000吨优质煤，也从淮北、山东运到了石老婆码头。陈市长，我是上海电力公司的董事长安道啊。我们电厂原料如今是短缺严重，请问新政府对我们发商电厂是不是一视同仁啊？一视同仁。电力是城市发展的重要资源。政府一定会保证电厂的正常运营的，太好了。陈市长，刚刚侬为大家宣布了两个好消息，那为啥不讲讲第三个尴尬消息呢？上海滩还有一把是米花，最近的渠道是。许多差价配女
吃不惯开道走老婆。陈市长，何不你呀引过去来我说。军队来武装，是啊，自由插入我们中国的领海，对，这个不是策马之言吗？所谓的武松是假口，当开缺口是他们的争夺门。想当年。虎门外遇虎下拐，也是因此遭敌寇，千万百姓命丧炮口，血的教训震撼脑后，终日天寒地冻也岂能不仁义，这陛下的清凉坚决不接受。陈市长，可待侬一来，印度的棉花、南洋的橡胶、美国的柴油，因为国民党对上海的封锁，全部趴在外国港口进不来。是啊，上海订餐的工厂已经有十几家，瘫痪到170家了。政府已经动用了所有的资源，去香港拉软面、拉鸡翼。下个礼拜还有个工商界城市通气会。详细给大家报告当前的局势，解决切实困难。哎，开会有啥用？改造上海需要可是真本事。那共产党打仗是厉害的，搞经济，那来塞吧？来塞的。党中央对接管上海充满信心，政府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上海虽然已解放，但是前路曲折风雨狂，帝国主义还是新名词，上天更要闹灾荒，百废待兴困难多，甚至还要留学牺牲也难扛，我们要拉紧裤腰带，团结心肠归场，对吧？哎呀，相信政府啊，有几个问题解决掉。刚解放，自然形势严峻。侬又介忙，敌人来了，侬还要登门拜访陈王道先生。老师一讲啊，上海不仅仅是经济中心，还是文化中心。其实新上海教育为先。哎，陈王道先生不仅仅是共产党先烈的翻译者，还是上海知识界知名人士啊。哦，是吧？哦。哎，老总到了。好吗？
老师啊，老师啊，哦，侬是不带学生？哦，不是。那我是又不是侬个老师了？哎，老师啊，我了1920年就认侬为师了。20年？是啊。哦，20年我还没到复旦呢。哎呀，哎，哎，哎，吴清雨呀。哦，来来来。哎，纸都有吧？哦，有有有，来来来来，好，嗯，来好，好，来，哎，哎。王道先生，多担冒犯，学生受你。哦，老师啊，侬就是新任的任市长，受你是吧？失敬失敬失敬！来来来，请请请请请请，你是小李。哦，沈老师啊。哦，来来来，请请请请请请。老师啊，侬了1920年用白话文翻译成共产党宣言，多少人啊，就是因为看了这本书，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啊。我从红少年子弟成，上下九说唱九州，一人莫把空身影，一人留发真理求，几次把别都把我隐喻你，真理在胸，必在身。共产党心拨开了迷雾，引领我成义，在革命的路上大步走。
上海不久做年轻，把飞的心交一位心，为请老师赐予生。听市长的意思是，乾隆出山，叫我出山，重登岗亭。不过国民党兵马台湾，留下来一副烂摊子，叫我自卫一大队，恐怕我们已经动员了其他的教育资源，就等侬出山了。就等我？是啊。我答应，我答应。太好了，太好了。哎，不过我对侬新市长还有个要求哦，请讲。部队开课以后，侬必须到部队来登一次岗台。呀，不答应啊？要得哦，要得，扛定了，扛定了。小丽啊，老师啊，来来来，老师啊，市长晓得侬是浙江人，专门为侬带来了浙江的食材。绍兴花雕。十一人，哎呀，好酒好酒啊！什么神？我来，我来。好好好，来来来，满上满上。好。哎。好。老师，我先敬侬一杯。好，来，喝。好。来来来。好。经过托吾九五路，必不枉道配东风，不必担心心上黑，小一领先称英勇。来，再来再来，老师。海文化知识港名人通信录，对，上面都有详细的提示，都是部门的联系电话啊。伊拉，为谁来了上海？当然来上海。反动派、威胁利诱恐吓，都吓不到台心爱国的知识分子啊。毛主席讲啊，一定要像爱护自家的眼睛一样，爱护知识分子啊。老师啊，侬这个礼物，哈哈哈哈，我可是。死我之宝啊！这个礼物太珍贵了。来来来，来来来来，神头必为大王旗，是否是红红内出？金庸之上的风不起，阴雨爆炸多得急。
城里跑出十万人，这十万大洋竟然一夜间全被吸光，不可思议。共产党搞经济，叫人天有理。十年资本是去自留，我人类决意。徐会长，人民政府掏行钱，哪还金庸跑虎尼？依我看，36计走为上策，抽调资金我到海外去。徐老板，我解放军来到上海第一天，前来你们好个天，请看请再观望。什么的和尚也惊喜，对龙的我有道理，共产党的态度有诚意，我决定从今留在上海滩。啥？哦，不过我要问问太太可同意。侬啊，侬是下头操持风暴，你多女无知己，所以夜里侬亲口对我讲，说抽调资金到纽约去，今朝有出尔反尔要留上海。我问侬肚皮里还有多少馊主意？反正侬不走，我也要走。到辰光，侬不要怨天怨地，懊恼来不及。侬不走是吧？我对侬讲，我是肯定要走的。我现在啊，就去买到纽约的飞机票。我去了啊，朱太太，我明早有架飞机，先去香港，再去纽约，侬可以跟我一道走啊？真的？哎呦，谢经理啊，真是太好了，太好了！谢谢谢谢，走走走走，快走呀，准备到纽约。我们走噻，走吧走吧，我们走噻，赶紧走吧，我们走噻，我们走噻。走啥走啥走啥？啊，西马西奥，西马西奥，不得了了！争取交易市场，把共产党收风了。我辣辣那个楼高头看到啊，聚拢了200多个黑市的交易剩余啊！真的？哎呀，通通砸进去了。好，好，好极了！红彩党第一张当了干净漂亮，把本来保障的营养的得知不假，一记头通通压下去了。朱老板，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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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好啥？靠政治手腕之神，是不是搞经济？我还是不来塞了。我还是要走。对对对，快走快走！哎呦，快点走嘞！快点走！哎呦，快点走嘞！徐老板，到啥地方去啊？沈市长。哟，沈市长，侬认得我？哎，侬不是沈兴化工厂的徐成廷老板吗？徐老板，要是没啥要紧事体，就请留下来参加这个座谈会吧。好。大家来了啊！哎呀，好好好，陈市长好，辛苦，来来来，陈市长请，来来来，请大家请坐，来，陈市长请坐，好，请，大家请，请，大家请坐啊！哎，侬坐，哎呀，三党 pol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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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坐坐坐坐，好，各位工商界的朋友们啊，朋友，朋友，哎呦，叫阿拉朋友，当然是朋友了，难道？把你们当作敌人啊？哦，那是不是有点怕共产党啊？哎，青面獠牙，凶神恶煞。跟他今朝看一看，我诚意，市地府麻将吗？哎，
是迭只番薯吗？我今朝来啊，一不是想革你们的命，二不是想谋你们的财，只想同大家见个面，当面表示感谢。感谢，感谢，感谢，当然要感谢了。大哥啊，那不去欧美，不去台湾，愿意留下来，和共产党一道建设新上海，帮助共产党的人，我陈毅当然要感谢了。风云际会，大上海，多少双眼睛在着迷。郑州畔，抬马奉春，在平时前，新政府工商政策已在心。十六是方阵八年前，公私机构，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好，你们有困难尽管讲，我们想帮解决工商人。却至今接待看，却与了也不行。政府工商是努力，为的是尽快把生产恢复起。哎呀，真是太好了！市长一番话，但却有所依。民女一少情。心中有了底，地苍月亮，你中秋，江家上把海上的航道，家风比一水普通堂，城乡海岸比真的他是归来正义我亲自去年迎接你沈市长我决定了我打算先去做几艘命运船把停靠了吴淞口所有的米货统统运进来，早日开工。金会长，驾军一骑，黄梅雨，为我舅舅颐养天。哎呀，沈市长啊，当年的恩怨，我还记得。金会长。当年，我为新四军送衣送牙送器材，帮助过共产党的人，我陈毅哪能可以忘记呢？好，各位，各位啊，共产党真是有情有义呀！沈市长，我决定了，留下来吃个上海的建设。好。由于国民党对上海的封锁，现阶段厂里欠了许多工人的工资，工人们情绪很大，开工恐怕也是会不来塞。大奎啊，
今朝我把啥人请来了？上海总工会主席陆亮。大家好，大家好，董事长好。请老板们放心开工，工人们的思想工作由我们总工会来做，尽最大努力保障劳资两利。太好了，我还决定留下来。好了。哦哟，这个意思啊，听懂啊。那我不急，把海外的资金抽回来，参加攻击。好，省长，弄成结棍啊！只要我们团结一心，一定能闯关难关。好。哎呀，沈市长啊，沈市长，我还有个不情之请啊，请讲。我想请侬当年回宿，去吃顿便饭。嘉义啊，可是上海人最高的礼遇啊。对。那么侬有啥个拿手好菜呢？哎呦，官烧名欢，欢聚大户生，青托飞。八宝啊！沈市长，还有吴用哈的，我要请侬啊！我去干！哎，这能吃下去呀？那要把我陈毅吃成一个大胖子了！好了，告辞啊！最好，沈长，侬三头六臂呀！沈长，侬这能一家一家吃下来，不怕被人家讲侬陪护士啊？不要紧张，国民党的炮弹我都不怕，还怕资本家的一顿饭吗？管伊是鸿门宴，还是七十人，我们铸就人英雄哦！金庸风浪被他们平息了，两百一被他们解决了，陈毅的人头到现在还没看到。刘瑞德，你让党国的黎民放在何处啊？局长，陈毅太厉害了，军政、经济、西柔、通州，都管齐下。是陈毅厉害还是你女真？要知道他在明，你在暗。人，我你杀了不少。杀那些后边哈将勇勇，今日新情况你懂不懂？我要你刺杀的是陈毅，是陈毅。是，我一定杀了陈毅。总裁命令，执行终极方案，让上海滩彻底以上。好，是。香烟有吗？香烟有吗？先生，香烟有吧？香烟有吗？香烟有吗？啥？杀害了十二名战士，好啊！帮手下败将，替我们搞起了城市游击战，一定要找到伊拉个老库，替我一网打尽。好。好。好啊！开工了就好啊！工商家。一定要摆他的底气。好。啥？交响乐团搬到小菜场高头去排练了，耿市长还不肯走，还要来找我。好，叫伊来吧。是啊，叛逆县令太紧缺了，一定要想尽办法保证供应啊！对，好，抓紧。看来啊，首先我们自家一厂的事体要抓紧了。
宋红，宋红，歇一歇。好好。侬后日还没退，来，吃药。哎呀。那，吃药。嗯。好。歇一歇，好好好。哎，好，嗯。老宋，这个么子我听不懂啊。哎呀，啥人天生就懂啊，多听听么就懂了。那，哎，不做啥？吵，特吵！我一听到就烦，就头痛。头痛？我看侬啊，不是头痛，是心里有病哦。我有病？嗯。我就想不通，侬为啥要弄我的房子去北郊乡一段？侬的房子？拨我结婚用啊！结婚是好事体，我祝福侬。哎，那侬为啥要弄这房子去北郊乡一段享受啊？享受？由于侬不肯搬出来，郊乡一段只好搬到小菜场高头排练，臭气熏天。可人家不是享受，那创造艺术。艺术？是啊。嘿，这个艺术是好吃，还是好穿啊？耶，要弄这个房子去给伊拉，我不同意。为革命买个故事不作些，为人民永远画上一颗插人心。想不到我千辛万苦南征北战，热血奋战，所生往事当江山，到头来竟然把我的魂啊拱手去送他。这是国家的房子，国家的房子，我就不可以登吗？看来，你是坚决不肯搬出来，对吧？不搬。好，你可以走起，但是，你要还给我一样东西。啥东西？东西！我竟然不讲道理吗？我问侬，侬当初为啥要参加革命啊？为了解放新中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对呀、啊，你我生死只有几十年，侬还记得侬当长工的辰光吗？
好了，现在当官了，精神了，享福了，侬心里会有老百姓吗？我看你的脑壳啊，要修理喽。宋红，宋红，冷静一点，侬后日还没退了。啥？老宋了啥毛病啊？每天只困两三个小时，再好的身体也顶不牢。哎呀，老宋啊，我不晓得侬啥毛病啊。来来来，吃屎，吃屎。结婚没婚房，是不是把我们的房子腾出来，给伊做婚房？那当然好，听侬的。好。有一桩事体，侬要听我的。讲。增加侬的警卫，我现在就去讲。哎，不去不去，哎呀，让我去。不去，我去。现在上海治安不稳，警力不足，我的警卫不能增加。侬的警卫从十六个人减到十二个人，又从十二个人减到现在六个人，侬还要经常一个人下基层，宋红，侬是不是不要命了？哎呦，张姐，哎，基层啊，有忠诚的革命群众保卫我，侬放心。国民党在了上海留下了几千个特务，迭个一次又从台湾派来了刘善德。刘善德是侬过去的警卫冲着侬来的，你要来啊，就让伊来吧。宋红，你是敌人的眼中钉，他们招招很多要。你是谁？你是谁？
不用有色不好分，你跟着我扎起心爱的人，你可知这可不记到过几为承诺侬当心要答应，何处凶险你何处去，马不停蹄你也奔，这回去你早开弓，这回百姓又愁云，这回民生得保障，这回局势能稳定，你是亲不安生十里万计，不过生来不幸命。受苦了，我对不起侬，对不起侬啊！送他啊啊！将军大义，送永远。
记真了，你用马一生绿丁银用，苦记得云林之上出尘阳，一日月光皎洁，微风送要洗头。
陈市长，这些轰动了杨氏土发电厂。啊？这。解放以来最最黑暗的一天。报告！毛主席发的电报。承认，上海必须在48小时内恢复供电。三个工程师在啥地方？前面。对，叫伊来。好，沈市长，伊原来在国民党政府机关工作过，这个人好用吧？好用吧？不好用用侬啊？哪能修好公路吧？现在修好公路比天都大。对，快去。嗯，好，侬去。好。哦，沈市长，周总理调来的高炮部队已经分布在外滩，时刻保卫市政府。不是保卫市政府，保卫发商地产。保卫发商地产，城市没了电，就像人没了血液，侬懂吗？按照侬的指示，已经让部队和临近区域把一切照明和发电设备都动员出来了。哎，十三台公路全部做脱，国民党的轰炸蛮精准的嘛。一定是有地面配合的，公安局的同志已经组织深入，还是破案。好，沈市长，沈工来了。好，沈工，沈工，沈长，谁啊侬？现在辰光赶到啊？应该应该。多少辰光修复？三天三夜。三天三夜，谁讲？哎，司令，侬负责，我们所有的人配合侬，能不能在48小时内恢复供电？只要陈市长、共产党信得过我。我枪不狂，集中会战。好，好，把他弄来。一个个倒塌的民房。人人爱
今朝是上海工人阶级团结战斗的一天。昂首挺立，无数骑重振旗鼓，浙江昂上。
省长，大平地是我们收获了一条重要线索。有个夜总会，抗有敌人的发电机和发炮机。好，一定要寻到伊拉的老窟，一网打尽。是。新的命令，菲菲，跑开，跟我去看看。哪里去？寻十一。来，我们前头很近，飞往等等的日子为了后头了。兄弟，你们来不来？快走！快走！刘先生呢？跑了。走。走。长青切，你要为我生长出人，尽心当悲。打给我们这出路哎，这好娘亲的人，把嘴巴张开。龙疯了，来来来来来，龙来呀，龙哥。侬迭个又是啥玩意呢？侬来唯一的面罩面裤打脱，侬准备去跳黄浦江啊？侬那哪能办啊？已经好几号头没发工钿了，
我俩实在离婚差开不成了。哎呀，侬啊，当生我杀还要争口气才能行呀、啊！你功名名啊，大家咬紧牙关，抱成一团，不能像老板那样蒙牙骨头。哎，这个日子刚刚好过哎，搿场大风沙让工厂又停工了。哎呀，好了好了啊，不要想这些违心的事体了。今早是大年夜，我们大家先凑了一道过吧。啊，老婆今早大年三十，我呢一定要向老板们去讨重点去。对。哎，金老板，金老板，侬来得正好。金老板，快把欠我呢的工钱还拨我呢。还拨我呢。雨又等来炸油纸，侬不发工钱休想走。还我呢工钱。小小气表光顾君子动口不动手，侬不要啰嗦。大风中没伤筋骨，我也是一朝头拉磨你不啰嗦。不要苦穷张苦力的他不行一口疼，想当你都来归，就应该想方设法供应酒。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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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呢是陈市长请来请你呀妹个。哼，陈市长会得请他到市里来啊？侬不要骗人了，快把欠我的工钱还拨我呢。朋友们，朋友们，朋友们 ，OK。陈市长，大家好。上来了，陈市长，侬哪能来了？朋友们。老板没骗呐，是我请伊拉到此地来的。哦，是侬请伊拉来的。是啊，一呢，我想看看大家；第二啊，哎，看看方家的手好了没？哎呀，莫鬼道，莫鬼道，好了好了，好了是吧？哎呦，好了好了。啊，老板，哎，来来来，哦，一道来。哎呦，真是啊！哪呢？侪请我吃过饭了。今朝呢，我也诚心诚意的回请呐。今朝是大年夜，我请衲和工人们一道啊吃顿团圆饭。哦，好好好，来，请请请，陈上请，陈院长请。哎呀，来，陈上坐啊，坐坐坐。朋友们，有啥个菜饭端上来啊？哎呀，这个，哎呀，这个，陈上，这个弄不好吃的呀。端上来，端上来。来，哎，来。哎呀，走。啥么子啊？这个啊，叫《三国演义》。三国演义，哎，猪油做豆腐做三鱼做。哎呦，哎呦，陈市长，这个是把猪肉吃的嘛？第二道菜来啦！冰老，这个又是啥？这个叫四海兄弟。四海兄弟，哎，侬看见吧？有麸皮、菜皮、黑粉皮，还有腌过皮嘞。哦哟。这个要吃坏肚皮，要出人性命的嘛！那汤来了。那这个汤啊，叫有龙戏凤。有龙戏凤啊！哎，清汤寡水，你吃，哎呦，还有鸡的，哎呦，搿哪能吃法子？老板们啊，这个啊，就是我们的年夜饭。老板们，来来来。那大概从来也没吃着过，今朝大家不要客气，来来来来，再尝尝看啊！老板，来来来，随便吃，随便吃啊！不要客气，不要客气。来来，我得回来。哎，哦，陈市长，哎，有，好好好，陈市长，那，哎，好好好，来来来，来来，陈市长，这个是侬啊！哎呀，工友们，拿偏心来啊！老板的胃口。没我好，来来来，哎，不，好，陈生，哎，陈生，来，这个实在是吃不下去啊，这个，哎呀，这个比我赶牛的辰光好吃多了，好吃吃，哎，嗯，端起菜碗。我奈何你，我奈何，我。
工们连做汤都吃不上，我们吃的富裕洋房，东南无两位男子做工你们吃实在，五子皮里的毛草棒，我们为了谁同意抽掉资金去香港，吃不了工人得了生计以内自残。起走他归家门胸膛，是咱那工友们，我对不起你们啊！我决定只为自己发当工资，恢复政策共同玫瑰。为什么心中没
陈市长，罗文提报发中央，请求支援上海滩，经济建设刻不容缓，党中央才能激发出事态，万高未看。进口牛料香油淡，企业周转有困难，低息贷款就生产，要成立就济失业委员会，市长亲自挑重担。哎呀，朋友们，今朝。上帮大家带来了个年货，把大家救救急。来来来，快弄上来吧。年货年货，救救急啊！把大家救救急。哎，各位们，我们总工会也成立了劳资协商委员会，加桥梁，帮助工友们一道唱歌的都可以噻。好。这次啊，陈市长亲自当主持，我们大家一定要团结心，共度难关。好好。老子也听了我们的汇报啊。福地讲，神好神威啊！老子爷万岁！老子爷万岁！陈市长啊，感谢啊党中央对我呢工商界的排忧解难啊！政府对我呢真是仁至义尽啊！陈市长，我拿抽调的资金追回来，不放工资，恢复生产。好啊！好，只要能肯恢复生产，那去我呢工地也不用一步到位，可以分几笔来还。大家个好啊！好，朋友们通情达理啊！哎。陈市长，侬不是讲过了吗？吃过这顿年夜饭啊，我呢呀就是一家人啦。工友们，我呢要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对，从今上海。大户有事小户瞒，桃木营周转一番，只要我们同心同德闯难关，定能够大丰收。自力更生一样丰泰。老子们，上海啊是工人阶级的大本营，绝不能让工人阶级在了上海受冻挨饿啊！政府决定啊，要逐步改善工友们的居住条件。拿来看啊，就在前头，要建造我们自家的工人新村。是吧？是吧？这个有房子了，对呀，你有房子被占了，你有房子被占了。刘立丹，侬抬起头来，看看我是啥人？军长，哎，从侬半边头迭个那天起，侬就不配叫我军长了。刘立丹，侬十四岁参加红军的辰光，穷得连裤子也穿不起，是我顺利收留的侬，侬还记得吗？我记得。可侬为啥要半边头迭呢？军长，侬打吗？我真想打侬两只耳光。我从侬身上也悟出了一个道理，就算是革命队伍当中培养起来的人，一旦失去了理想，丢失了信念，也会无花堵落，半边头跌，成为人民的敌人。这个是血的教训啊！同志们，我们要尽忠丧命。Thank you.
那你好吧。亏你了，好好好，亏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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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亏亏。哎呦，我终于又买来了。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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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沈师长，恭喜恭喜啊！老师啊，侬当年啊，都发了好啊。他明星在，得天下，心上海，心气凉啊。好，沈师长，我到沈老师先进去啊。好好好，来来来，沈师长，沈师长，张大姐，老根来了。侬来割啥脑吧？哎，太阳西边出来了，我可以很自信地回答侬，我来学习，请音乐会提高修养。老根啊，进步大了，进了大上海，不进步跟不上陈老总的步子啊。这个马屁拍得好，不过啊，不是我的结果。是中央的要求，上海发展的需要。宋红，我看侬今朝很开心哦。侬不开心啊？开心。开心得很哦。沈师长。好。好。听音乐会去。好，走走走。唱得好啊，同志们，上海是工人阶级的诞生地，工人阶级伟大的力量啊，在了上海解放的一年半的辰光里，我们已经有了深刻的体会。噶许多的困难，噶许多的艰难险阻，我们都闯过来了。这个就是我们齐心齐意依靠工人阶级的胜利。中央要我到南京担任华东局书记，就要离开上海了，再也不能同上海的同志们朝夕相处了。好舍不得大家哦。
心儿就会更啊。上海滩，逢酒又遇人，我要祝福你呀，东方明珠永光辉。陈世纪常住十岁后得罪要把普通配回来可深人海那八处沧桑街我相信上海的明天会更美。人民的江山，人民的沈毅同志离开我们已经整整的五十年了。当年他唱响的《上海城市发展愿景》，我们都以肃穆的诚意。今天，我们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为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而努力。此之前，我们深深的怀念我们的老师长，敬爱的沈毅同志。